水溪西里大桥是67年前啦，1953年的时阵来完成的。西里大桥对1934年地方建议中央，讲这条桥要起哦，安尼头尾都拖18年才来完成啦，会使讲历尽沧桑啦。迄、那个年代是化考核的年代，也是美元的年代。台湾若无靠美元，会使讲参加无不同的烧香。迄阵考核连天，建设无半片。蒋介石头壳内干那想要反攻大陆，一年准备，两年反攻，三年扫荡，五年成功，有印象无？吼、哦，我相信啦，也真济人印象都深刻得着。迄个时阵，国民党呢化考核第一搞，那有一个台湾人非常有眼光，伊就是当时西里镇长。伊去求见着蒋介石，伊甲蒋介石建议，镇长的李应同讲：“总统好，你要反攻大陆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建设西里大桥，和台湾的交通南北贯通，台湾的纵贯线铁路交通，乃当通过洛水溪南北相通，交通、军事、各方经济发展，安尼你反攻大陆才有望。”李应同镇长不止向蒋介石建言啦，比真早以前呢，伊也写批予美国的单位，向着美国政府申请美元，分析着这个西里大桥的重要性。美国总统杜鲁门听了嘛，感觉真有理。在罕见爆发的前一个月，美元的130万美金总啊专案通过。迄个时阵，西里大桥总经费$83万，是向美国申请美元，美国政府直接将钱汇入去镇长李应同的户头。这段内幕真少人知影。那有一点啊真奇怪，一般的惯例，大桥落成，桥墩一定有地名，某年某月完工，什么人争取建设的，就落什么人的名。西里大桥落成最大功劳者就是镇长李应同，照理讲建碑留名嘛应该李应同，结果有较奇怪，独独有地讲西里镇长，啊无留李应同的大名，使人必须误解。这段历史讲予大家知，西里历史文化风俗。生态在地文化，在地文化，感谢收看。Yeah.